姐妹们，马上就要年底了，你们一定要多吃多下蛋，按时按量的完成生产指标。老板说了，年底前把业绩搞上去，来年饲料加肉松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喏，接着，啥东西啊？哟，啥好吃的？我看看，这东西有点像粽子。天怎么黑了？是谁在我面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盖？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来了。咱们今天上哪玩去啊？你别废话了，赶紧上来吧。这不是来了吗？你看多少人看咱们，这车不但坐得得劲，回头率还高。主任呢？咱们啥时候回家吃饭？我这肚子，哎呀，快，你快来扶一把，快！你有病啊你！我真是开了眼了啊！这什么样的智商才能干出来这种事啊？你说他是个傻子吧，他还知道喝水。这狗啊，有脑子。但是不多，没你坐船头哦，不对，这踩不上点，换一首。让我想想啊，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，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，溜啊溜啊看过去，我去哪溜九头，来跟你吃香蕉。我发现你这老头真的是，来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猩猩，我不是猴子。来来回回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